是 Apple 老师。昨天呢，鱼市场老板又打给我，他说又有卖不掉。卖不掉了。那你买一斤多少？这只鱼不贵，一斤200块而已。一斤200很贵啊？贵吗？200算贵哦，然后买一个怪怪的东西。我被骗了吗？我是海鲜小公主，老板应该不敢骗我。我现在拿出那个鱼给你们看，就觉得值得，非常值得。哇！老板有去巴黎市消费，是巴黎市。巴黎市的袋子是我拿的。哦，是你拿的，我也是老板拿的。这好像风靡哦。它很软呢。它有刺是的，它有汤呢，哦，它有汤，它有附汤呢。你买生的东西，它还附汤给你。这就是我们的灯笼鱼，来看看它的灯笼在哪里，在这边来特写一下。大哦，这个灯非常看不到，看不到，太细，非常的大，这样无法对焦，太细了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它在海底的时候，这个灯会发光，发亮，就会引诱小鱼来这边。然后他就用他的这个大嘴巴来把他嘴巴打开。你还是介绍他的嘴巴。哎呦，好刺哦！他的嘴巴比较特别。他嘴巴也太大了吧？听说他的胃是很有弹性的，他可以吃掉比他大的东西。真的，小心老人，老人口。虎口说的，他这个皮肤跟果冻鱼有点像，是软的，而且你看他的眼睛。好像在很深海的鱼都是这样 QQ 的，哎，对，这样 QQ 的，哎，它这里还有，哎，它不止一个灯笼，哎，我现在发现双灯，还有双灯，哎，好可爱哦，三灯，三灯，四灯，四个灯，你看五个灯，它有三个灯，哎，难怪的小鱼会过来，哎，这个不是吧？这个是吗？不是，我感觉它还是吃鱼。张惠妹，张惠妹有五个灯。讲笑话有点冷，我等一下呢就帮他制作一个更厉害的灯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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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哈，有没有看到？各位，我的灯笼鱼相当的完美，这就是它在海底的时候的样子，就是这个样子。你不是说三个灯？哎，对耶，我只能帮他制作一个，我已经尽力了 ，OK。这样子呢，你看，像我如果现在想要看个书，我觉得说这个地方看书有点太暗了，我就来这灯笼鱼这边看，哇，清楚多了，非常的明亮。味道了，味道有点腥。或者是呢，你如果要去找东西的时候太暗，也可以端着它去照亮。哦，那帮老人找一下笔好不好？笔吗？哎，来，我来去仓库找一下。哎呀，老板来，我们关灯测试一下这个的亮度在海底会是怎样。那我们今天晚上就不开灯了哦。对，我靠那个灯笼鱼的灯好不好？对。因为海底也是暗暗的，就是这样子。祝你生日快乐。閃閃的，好像可以庆生喽！一闪一闪亮晶晶，这样看得到我吗？镜头好像七月会要拍鬼片，在海底就是这样，是小鱼就会被它吸引，然后它就咔把我们吃掉。等一下呢，我们灯笼鱼呢，听说它的皮比较不适合吃，比较不好吃，所以皮要去掉。然后呢，它的内脏呢在下面，等一下要从下面这边破开。下面那两个是什么？那个是果冻吗？不知道。草莓？你那什么东西？它是手。手？对，它有手。它有手。对。它手这么可爱啊！它两只手，而且位置不一样哦。哇！所以我等一下整只，我今天打算用不一样，不要再用真的了。没创意了，我们今天改用煮麻辣鱼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去料理我们的灯笼鱼。那你看我们的麻辣灯笼鱼已经煮好，非常美味。这个最好吃的肉在这里，哇，那嘴，你看它的嘴巴有多大，对，我牙齿好利哦，这个肉感觉很嫩哎。对，那是豆腐还是肉？肉哦，来，我们看一下，来看一下，来，不要说我对我老爸不好，来看一下汤汁来给他。
真的吗？镜头前面笑鱼要做起来。对啊，我吃这个。对，一条鱼里面最好吃的肉就是这个部位。超好吃的，我觉得我太会料理了。Q 很 Q， 然后那个肉质细细分明的感觉。又 Q 又细致，你看。对。你看，我爸嘴巴打开来了，太 Q 了。好不好吃？你看，牛角饭已经流口水了。好难，好难的肉，嘴巴有问题吧？那把我们来吃身体的肉，这边，哇哇，一看就知道感觉，马上过来了。哎，这边它这个尾巴感觉都焦质哎，虽然长得很丑，可是肉超好吃，真的哎。是外面会有鳃吗？有，没有鳃啊？这就是俗称的安康鱼。永保安康，对，吃了永保安康。哦，你这种味道，这种很干呢。就是煮麻辣刚刚好。这鱼不得了，是不是让人家想一吃再吃？你看他吃到已经不会讲话，变哑巴。那你够厉害！哇，干！啊，对哦，干在那里耶，干干干，来干！夹起来一下，鱼干，看起来很美味哦。安康鱼这个鱼干，灯笼鱼这個鱼干，听说是营养价值非常高的。真的啊，那我吃小块的就好，这边。那朋友们夹一大块。还好啊。来，我现在要给我爸吃这一个鱼头，我爸最爱吃鱼头，夹给他。折断。折断。哇！哦，厉害厉害厉害。哇！这个料就不用夹上来了。我的这个，啊，这有胶质，这个给你。这一口怎么没有肉的？这个胶质，吃。好，精华，精华，精华。太棒了，我有位置煮其他东西了。好，太棒了。哇，老人就可以吃这一桌了。OK， 我们大家都吃的差不多，已经太饱了，已经吃完了。如果下次大家还想要看我拍什么特殊厉害的东西呢，欢迎在下面留言。喜欢我的影片呢，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哦，拜拜。